TV 節目時間啦，新學年我哋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喎。冇錯，係第一次，亦都係最後一次啊！陳子由，你都中四啦，做埋副社長啦，講嘢可唔可以唔好咁神神化化呢？唉，你就神神化化，我不知幾醒目嘅。哎，亞視話俾你知點解？唉，懶神秘咁，唉，費事你啊，快啲介紹下跟住有咩節目啦。係啦，呢個係新新同學，仲有新新，你知唔知我哋學校九月份有啲邊兩大嘅專題？身為五育嘅中一新生，梗係要知道呢兩大節目係咩啦，梗係國慶週同埋關愛週噶啦。啊，算你有讀過中一啦。多謝。冇錯啦，我哋跟住落嚟就係呢個關愛週嘅精華片段啦。大家睇下見唔見到你哋嘅樣咯喎？手語表演，仲有不同年級的週會添，真係精彩啊！唉，關愛週梗係勁啦，係完全合乎曬五育中學三年計劃，熱愛生命。耶！唉，不過你講到關愛週，好似爭緊啲重頭戲咁喎。我梗係知係咩啦，師生競技賽嘛，啲重頭戲梗係最嬲尾噶啦。不過我去睇現場，拜拜。你識睇現場，我唔識，我行呢邊。Yeah.
神之游，看完咁精彩的师生竞技赛，跟住嚟仲有啲咩好玩先？哇，考嘢梗系大把嘢睇啦，系咪先？有呢个国宪周，又有呢个关爱周，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呢个创生能源比赛啊，系咪考健啊？冇错啦，讲到创生能源比赛，哇，就系学界嘅科技创生领域嘅比赛，真系好重要噶！我哋五育嘅中学每人都有参加噶。我哋仲有得好好嘅成绩添，冇错啦！我哋今年攞到季军，好嘢！我哋一齐听下佢介绍啊！大家好，我系五育中学李学文。今年咧，我哋参加咗2014至到2015年度创新能源嘅项目。咁咧，我哋嘅参赛作品咧就系呢个未来五育。咁啊，好荣幸啊！我哋喺今年嘅比赛里边可以得到全港嘅季军同埋最有创意奖嘅。咁接住嚟咧，就系我哋为你哋介绍一下呢个我哋今年嘅参赛作品啦。我哋未来五育对于阳光同埋风向嘅设计，我哋亦都有考虑过香港嘅地理优势同埋地理环境，所以我哋学校嘅坐向系坐北向南。我哋未来五育嘅外形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呢个鹦鹉女嘅贝壳啦。呢个就系我哋鹦鹉女嘅贝壳嘅外形，系咪好靓呢？我哋系以低碳排放、高效节能、应用微组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五育的设计目标。我们未来五育的能源主要有三个，第一个用来吸收太阳的未来之树，第二个就是微生物燃料电池，第三个就是微组做的新一柴油。我们拿到微组的油之后就可以制作新质柴油了。我们未来五育最创新最创意的重点就是仿生建筑，同埋佢系顺应大自然去设计嘅规律嘅。同埋喺发电方面咧，我哋系用咗微生物燃料电池嘅，当然都有最有潜力、有空间去发展嘅微组新一柴油。呢一个奖，同埋呢一个奖，系我哋喺一年里面历尽千辛万苦，经过陈 Sir 嘅鼎力协助，所以我喺呢度要俾一个叻佢，一个咧梗系唔够啦。仲有我哋协助鼎力支持我哋呢一个嘅项目，丁生，唔得，我要借埋你呢个叻。我哋要感謝呢一個嘅主辦機構，可以俾我哋有機會發展我哋嘅才能，就係中華電力公司同埋香港工程師學會喺呢一度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呢一個未來又可以夢想成真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喂，好似 roll 機喎。嚇，烏咗啦！係烏咗。好啦，我哋啱啱睇完呢個創新能源比賽之後咧 ，L Y D B 嘅時間又係咁上下啦噃。喂，你頭先一開始節目時間咪話咩最後一次嘅？咩？你估下，你估下。我點解要估下？你唔估我唔話俾你聽。你估啊？估啊？估啦！估啊！你一定成績太差，俾學校退學咧。錯啦，完全錯曬。唔係我，係 Simon 啊。你咪 Simon 咯。是 MYDB 的 Simon 啊，即是誰啊？各位同學，就是我啦，我就 Simon 啦。哦，原來有兩個 Simon。Simon Sir，我們快點跟 MYDB 的觀眾 say bye bye 啦。是喎，嗱，各位五育中學同學，最後一次跟大家見面啦，我們一起不如一起講，拜拜。喂，Simon，你走啦。